注意安全，关键处走路不关键，安全第一。那为什么叫鱼骨洞啊？一会儿给你讲啊，小心碰头。就全说这行呗。鱼骨洞三个字是因为鱼骨泉、鲁吕节、三万天齐得名的。这里是佛堂厅，面前呢是释迦牟尼佛。如果信佛的话，可以拜一拜；如果不信的话，咱们继续往前走。走过来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在第一层距离洞口近是没有景观的，咱们专心的走路就行。到第二层才是正式观赏区。由于咱们这是一个自然溶洞，在后面有很多突出可见的岩石，咱们在洞内参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顶和脚下安全。小心台阶啊，路面湿滑，走得慢点可以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、oh。